好啊。董思思，等你一死，董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。陈康，你当初娶我，说好会对我和月月好，现在你跟董振雅一起害死了月月。姐姐，谁让你的野种是稀有血型？我和陈康哥的孩子就需要他的血，还有他的肾。我宽宏大度，娶你一个未婚先孕的破鞋已经够意思了吧？还有你那个小杂种，也该付出了。你们害死了月月，这不怕大报应吗？报应！姐姐，骂了这么久，应该口渴了吧？这是那个野种的血。要不要尝尝你女儿血的味道怎么样啊？月月，这一世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下辈子妈妈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些坏人。月月，你放心，妈妈这一次一定会保护好你。王小姐，徐总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订婚快乐。我想要另外一份礼物。另一份？我想请你陪我演场戏。怎么了？吓到你了吗？你转变的有点快。或许是我以前太傻了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是的，徐总。你一直是我工作上的好伙伴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想清楚了，愿意嫁给陈康。毕竟月月需要一个爸爸。从商多年，你是我第一个称心满意的合作伙伴。不过这陈康不是什么好人，不值得你这样付出。亲家母，我们这彩礼啊目前是拿不出来，您看要不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思思单身带个孩子，你们家陈康能看得上他已经算他的福气了。上一世怪我太软弱，才让月月惨死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们作贱了，我会把你们欠我的一点儿一点儿都拿回来。这一家人真有意思。徐总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呢？只要不违背道义，你随便提。妈妈，这个叔叔确实比康叔叔帅多了。董小姐，月月都比你有眼光。不好意思，让徐总见笑了。所以徐总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婚礼当天可不可以来帮我演一场好戏啊？什么好？嘘，保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变了，不过不重要，今天月月夸我好看，我很开心，这订婚宴的钱记我账上。思思来了。
刚刚他跟我打过电话了，说他在酒店准备呢，让我们过去就行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秦家母，那我们赶快过去吧。好，走。康哥，谁呀？应该是服务员送菜，我去看看。快，快躲起来！董思思还有你妈、我妈都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等我们躲了。阿康，你还真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打算给思思一个惊喜来着。是挺惊喜的。月乖，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吗？让我们来找一找，会不会有什么礼物呀？会不会在衣柜里面呢？月月，你觉得会是在哪里呢？妈咪，我猜是在窗帘后面。那我们去窗帘后面看看好不好？嗨，思思，要不你跟我妈还有阿姨先去吃饭，我收拾一下就带着礼物来找你们啊。那还叫什么惊喜呢？走，月月，跟妈妈去窗帘后面看一看。哎，思思，思思，走了走了，楼下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呢，快。阿康，快快换完衣服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对对，啊，快走。走，月月，走。凭什么？真雅，你没事吧？凭什么我叫躲躲藏藏的？都是我不好啊！思思，我跟你没完。来，亲家母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思思阿姨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思思，给你的礼物。叔叔，你脖子上有个大草莓。啊，我坐地铁来的，可能是不小心被蹭到的。地铁上这人真多啊。我们阿康支持环保，喜欢坐地铁，就喜欢坐地铁。叔叔，你脖子上的草莓是浅色的，妈妈说只有绿茶才会用那样子的颜色。思思，你就是这样教月月的？是啊，思思，月月毕竟是个女孩子，以后要嫁人的，该教的时候你要教教。哎，算了阿姨，既然思思连月月的亲生父亲是谁都不清楚，那我更应该把月月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给她更多的包容啊。要是阿姨实在不喜欢月月，要不就装婚事就算了吧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能和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？我又没。思思呀，对不起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是个懂事体贴的姑娘，肯定理解阿康。我们阿康现在自己创业多不容易啊，对吧？思思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等我们的公司走上正轨，我一定送月月去最好的学校。现在苦点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啊。对呀对呀，所以啊，这彩礼啊就算了吧。一个破鞋的赔钱货，还想念书？嘿，阿康结婚前说好的让月月去好学校念书，现在我不求别的，只要让月月随便有一家学校有书念就可以。求求你了，门都没有！一个野种的死丫头，念书有屁用啊？浪费钱。不好意思，手有点滑。阿姨说的对，陈康现在困难，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。你们看吧，我就说思思是个体贴识大体的人吧。那干脆一审到底，下周的婚礼取消。思思呀，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认真了？这请柬都发出去了，这怎么能退掉呢？阿姨，我也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哼，哎，思思啊，这彩礼只是形式，只要我爱你就行了啊。彩礼可以不要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陈康倒插门，入赘我们董家，月月跟着我姓董，这样
不就一分钱都不用花了吗？你，公司有点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月月，我们走。思思，思思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。不用找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这桌的费用是20万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这桌的费用是20万。什么？你们这是什么破酒店？一顿饭就要20万，怎么不去抢啊？把你们老板叫过来，说清楚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您点了一瓶奥维纳斯骑士红酒，售价为19万。你们酒店怎么这么坑人啊？一瓶酒就要19万？反正也没喝两口，退了吧。其实本次消费，董小姐已经买过单了，她让我把账单给您送上来，发票您一会儿到楼下去开。啊，我跟董小姐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她付了就相当于我付了。她就喜欢糟蹋我们董家的钱，打麻将，真浪费，一顿饭要花20万，这钱还不如由我来保管。阿康呀，以后可要多管管他，可不能让他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。知道了吗？上辈子陈康骗我把这份文件给他做业绩，抢了我的城管，骗我回去当家庭主妇。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这么蠢。讨厌。讨厌，姐夫，人家现在可是你的小姨妹，要是给姐姐知道了，我扒了你的皮。宝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蠢女人白白没有去，我跟她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对你才是真爱。可是你都要跟她结婚了，你是不是喜欢她呀？当然不是，等拿到董家的家产，就让他带着那个野种滚蛋，到时候我不就是你的了吗？康哥，你真好。董小姐，我提前请你看了这出好戏，你要怎么支付我费用啊？要钱没有，可以换种。要钱没有，可以换种方式。董小姐，说说看。婚期已经定好了，但是新郎不行，只能换个新郎了。徐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人生大事啊，董小姐可不能开玩笑。我从不跟徐总开玩笑。是吗？如今你公司股东想撤资，暗地和董事勾结做假账，徐总你不是不清楚。有我在，我会掌控董家，成为你最有力的合作伙伴。许氏可以扩展商业版图，我们合作共赢，各取所需，徐总何乐而不为？听起来对我很有利。那你呢，董思思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复仇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呢？给月月一个温暖的家。那你告诉我，月月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我也一直在寻找5年前夜色酒吧的那个男人。5年前，夜色酒吧。想起来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当然想唤醒你的一些回忆了。又是臭男人的伎俩。既然董小姐注定要成为我的许太太，那不如让我先行使用一下我的权利。你，这是我的副卡，随便刷，不限额。徐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要行使我的权利，那就得履行我的义务。这是彩礼。下周婚礼，别迟到。董思思，你给我站！爸，有什么事情？你今天在酒店为什么？
简直是丢尽了我们董家人的脸。是林心柔向你告状了吗？你柔姨好心操持你的婚事，你却当着陈家人下她的脸面，你简直是狼心狗肺。爸，林心柔说什么你都相信？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亲女儿。对，我最笨，我谈不下彩礼钱你就骂我吧你。姐姐，妈已经尽力了，你别怪她呀。你最笨，我倒是要好好看看，等妹妹出嫁那天，你能不能变聪明一点。果然是后妈难当，陈康当初是你自己看上的，现在反过来怪我们了。快快给你柔姨道歉。凭什么？成，思思这么对我，我还怎么活嘛？妈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。姐姐，我妈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呀，是你自己说喜欢陈康哥，妈妈才忙前忙后为你和陈家人谈，你现在却倒打一耙。你简直是你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。不许打我妈妈，不许打我妈妈。我今天我连你一起打。住手。住手。奶奶，前世奶奶本可以不用这么操劳，可是为了我非要嫁给陈康，活活累到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了？降费不得了。奶奶，齐大少叔，你先不要生气了。奶奶。我听月月的话还不成吗？哎呦，咱们走。太好了，奶奶，还好一切都还有重来的机会。奶奶，这两年是我不好，总是让你着急上火，这两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个全身体检，好好的看一下。你看我这身体硬朗着呢，别费劲折腾了啊。奶奶，就当你陪我去嘛。听妈咪的话。哎呦，好乖，月月。徐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思思，这谁呀？哦，奶
奶奶，他是我们公司合作方。董奶奶好。这小伙子，哎呦，这肌肉坚实，平时没少锻炼吧？紧身材还这，哎呦，这还是个翘臀长腿，不错，能生能养。哎，小雪啊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有没有女朋友？哎，你们家是哪里的？我们家思思平时这很少有男性朋友，你有空了跟他再多聊聊啊。这说不定这。奶奶，我马上到我们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好。上一世奶奶就是突发脑梗去世，希望这次不要有什么问题。放心吧，这黄医生啊，是海上脑科最厉害的专家。你明知道这家医院是许氏旗下的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帮忙？没关系，不用搞得那么麻烦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人能处理好。你记住，在我这你不需要这么坚强，而且奶奶也很可爱，我也很喜欢。徐总，我你们谁是董？我想是可以治疗的。老太太要知道你们小两口这么担心她的话，那得有多高兴。我们那就多谢医生了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走。嘉文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奶奶看你啊，是越看越喜欢。有空啦，一定要来家里做客啊！好的，奶奶，哎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哎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奶奶先进去吧。徐总，谢谢你帮我找医生给奶奶治疗，也谢谢你暂时没有把奶奶的病情告诉她。不用客气，徐太太，不用担心奶奶的病情。我已经让医生开了最好的药，暂时保守治疗。奶奶是我最亲近的人，要是连奶奶都离开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可以试着相信我。徐总，我们在结婚之前能不能不要这么腻歪？董思思，你是对浪漫过敏吗？我暂时不想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别人。你不会还想着要挽留陈康吧？我要打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至于奶奶那儿，我不想让她过多担心。喂，董总，陈经理来办公室找您。很好。自己找上门来，我马上过来。陈康来了，我要去见一下他。我陪你一起去。
夫。陈经理跟我们董总可真是佳偶天成，郎才女貌呀。仁义的女孩，哼，和以前一样是个蠢货，随便哄哄就好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我妈说了，今天一定得买台车，结婚嘛，别人有的咱们也要有啊。好啊，你走吧，看你耍什么花招。哎，思思。你看这辆车怎么样？这后座又快又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以后有了宝宝，还可以带着宝宝，还有你爸妈，还有我妈一块儿出去玩。你是没有考虑月月？啊，哎，那辆也不错，智能化系统做得很好，开出去倍儿有面子。思思，你喜欢哪辆，咱们就买哪辆，最重要的是你喜欢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小姐，我想要一款适合这位先生身份的车。好的，小姐，咱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这都是咱们今年的新款。就要那辆吧。那辆是咱们的一个电瓶车。多好啊，陈康，很适合你啊。思思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那次你妈妈不是说你环保吗？骑电瓶车很适合你啊。不用去挤地铁了，也不用脖子上蹭上草莓了。思思，那以前是以前，但现在我们要结婚，我总不能骑个电瓶车去接亲吧？也对，你廉价是你的事，不能丢了我的脸。哎，算了，你选吧，我乏了。哎，那辆车怎么样？王先生，咱们这边请，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。思思，那咱们就定这辆吧啊！先生，您眼光真好，这辆车是我们今年的新款。您二位看，今天谁来签字呢？啊，我，思思，平时你车用的少，就放在我名下吧。反正我的就是你的啊。也是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以后你要用车，你就告诉我。嗯，小姐，咱们去签字吧啊！等等，签了字，谁付钱啊？哎，思思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我们家出婚房，你们家买一辆车作为结婚用车吗？可是房产证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呀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的就是你的呀。说的对，好吧，走，你这边。签好了，你的名字。思思，你真好。哎，房产抵押贷款。对啊，我帮你签的。思思，你怎么能把房子抵押了买车啊？你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吗？哎呦，好巧，二位。徐总，陈先生，好眼光，房产抵押买车。不过呢，据我所知，你把这房子卖了，也买不起这车吧，还得抵押一些贷款。徐大文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不过嘛，既然是董总用车，就这车，根本配不上董总的身份。徐总您好，这台车的手续已帮您办好，恭喜您成为梅赛德斯奔驰车主。还是这一辆车比较符合董总的身份。董思思，你怎么能收徐总这么贵重的礼物？快还给徐总。你不要想多了，
董总每年为我们争取的项目，纯利润高达几个亿，这就是能力。你不会明白什么就是赚钱的能力的。谁要是娶了我们董总啊，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二位，思思，许佳薇这是在羞辱我，不能给你买豪车，你怎么还收他的礼物？难道你也认为我？振康，我收到这辆豪车，本来是想送给你的。毕竟你说的对，男人在外面不能没有骨气。可是，你既然那么说，那就……思思，既然许总都送给咱们了，那就是咱们的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那就不能折辱了你的骨气，这辆车我还是还给许总的好。思思，你蠢不蠢？我不蠢，我是为了你男人的面子着想，自己说的，这辆豪车是在羞辱你。思思，这也是许总的一番好意，这面子什么的也没那么重要啊。我觉得很重要。你董小姐。想什么想，整天没个正形。我是来还车钥匙的，今天在车行，谢谢你帮我撑腰。我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？可是看来许太太还是不太了解我。不要乱叫，还不是呢。怎么，许太太不想嫁给我了？许总，白日梦是白天做的，不是晚上做的。哦，对了，陈刚正在筹备上市，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应该有用。喂。不好了，董总，刚刚董事长突然晕倒在办公室，已经送去急救了。奶奶晕倒。
么简单的数据也会出错。喂，思思。徐总，帮个忙。啊，你说。我想从你公司借个会计。啊，没问题。这么干脆？你不问我做什么？万一我窃听商业机密呢？你不会的。今天的会就到这，散会。刚给你打电话的是董思思小姐吧？怎么了，徐总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你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一个女人说话。啊，这该不会是我们未来的？不是。去通知一下，让薛俊交接手里的工作，去董事工作一段时间。薛俊，徐总，薛俊可是咱们财务的中流砥柱，就这么放弃董事了？你有意见？没。奇怪，这董思思到底给徐总下什么迷药了？徐总，你就不怕被别人看见，说你整天勾引别人的未婚妻吗？别人的未婚妻，很快就不是了。那就要靠徐总给力了。你那个妹妹啊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小心点。谁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？董小姐你好，这边请。我堂堂董家二小姐，你就让我在这里找工作？不好意思，董小姐，这是公司的安排。哎，董小姐，这是董总的办公室，你不能进啊。这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是董事的，怎么就不能进了？哎，董小姐，这是董总的位置，你不能坐。这是董事的公司，还是你爱米粒的公司啊？这女的，不知道呀。对不起，董总，二小姐非要进来。这么说话吧，毕竟奶奶要是死了，董事我也是要接手的呀。你敢诅咒奶奶，信不信我打烂你的牙？听着，记住，我能允许你进公司，也能分分钟让你滚出去。董真雅，林心柔没有教过你，不要随便乱动别人的东西吗？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就把这些文件全都砸你脸上。
真雅，你真是我的好宝贝。等拿到董氏集团，就让董思思滚蛋，马上就结婚。嗯，讨厌。张会计，这个项目董总已经同意了，但是呢，还没来得及签字，让我先盖章打款，资金今天务必打到对方账户上。